这个好看。这个叫什么？这边嘴里比较明显。嗯。这是什么？过度的颜色比较少。不能直接说了，我得看到这天台，我看了，就是挺好看的，这个节目，再给我吃个辣酱，吃不多，一个盐。天山肉是你哪一个？我准备啥？不加天山肉了。你一开始吃的天山肉不是泰国呀？天山都是一个红烧泰国，然后一个鸡冠鸳泰国。哦，不行了，我那红烧不能红烧，我自己打上才红啊。那你那个加点些米油。什么解脂大行？你不打，你要不啥都不弄。这边有点煮吧。起来，可以给他煮吧，煮不死了。嗯，还没吃。别吃了，这吃完没用了都。别吃了。说呢？那天哪说一个药吃完，现在都中完了。一个鸡腿啊，一个肉啊，中完了。那这边的药没用啊。没必要。没必要，那些。